我是邱风泽。我们今天要来进行默契大考验。第一题，主动或被动？被动。友情或爱情？友情。爱情或面包？爱情。任意门或竹蜻蜓？任意门。如果可以自己选择，会想跟谁交换灵魂？妈妈。所以你也想当韦静是不是？对。Oh my god！ 那洗澡时被看见，会先遮点还是遮脸？点。遮脸有什么用呢？看异性，看第一眼看哪里？眼睛。哦。觉得把妹时撩妹或壁咚哪个比较有效？壁咚，壁咚很尴尬。请同时做一个鬼脸，三二一，请做一个卖萌的表情。好，请同时摆一个爱心手势。说到摇滚，会想到什么动作？啊，这种。请用一个摇滚的 style 宣传你们的新剧。摇滚的 style， 沙哑的声音吗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这首摇滚毕业生。好两句我知道，爱情让它发酵，前所未有心跳，令人神魂颠倒，这意外来的太多，出乎预料。怎么也选瞬间美好，每分的每秒，好感觉你知道，我们同个音调。解开灵魂的药，交换幸福缠绕。你囚禁依然口诀，偏偏遇到，该说什么才好？问我终听到。